信仰与神迹，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灵魂探索。马可福音第八章对我来说是一个关于神迹与信仰的深刻篇章。在这里，主耶稣不仅通过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再次证明了他神圣的力量，也对门徒和我发出了更深层次的挑战，理解他究竟是谁。主耶稣问门徒关于人们认为他是谁的问题，以及门徒们自己的看法。彼得的回答你是基督触动了我，因为他象征了信仰认识的转折点。然而当主耶稣开始教导他们关于受苦、被杀和复活的预言时，我看到了门徒们与我的共同点，照着神的旨意受苦所带来的挣扎。主耶稣责备彼得时的严厉提醒，让我反思自己的信仰是否也被世俗的理解所限制。主耶稣的话语，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对我来说极具挑战性的。他要求我审视自己是否真正放下了一切来跟随他。在本章的结尾，主耶稣治愈了一个盲人。起初这个人只能模糊地看见人，像树木一样。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反映了信仰的旅程。我们可能首先只看到模糊的轮廓，但随着时间和主耶稣的启示，我们的视角会变得更加清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也可以在我祷告的时候说阿门。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通过马可福音第八章向我展示了信仰的深度与主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感谢你通过主耶稣的教导教会我如何看到你的国度远远超越了物质和眼前的需求。我请求你打开我的内心，让我能更深地理解主耶稣的教导，并且有勇气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他。即使我可能会遇到挑战和困难，但我知道跟随主耶稣的道路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和永恒的生命。请帮助我看到你在我的生活中所做的工作，就像主耶稣开启了那个盲人的眼睛一样。当我对你的旨意感到困惑或看不清楚时，求你再次触摸我的心，使我能够看到你的引导和恩典。求你继续在我的生命中显现你的力量和仁爱，使每个遇见我的人可以在我身上看到你的形象，并在他们中间活出你的爱和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第八章经文。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那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地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
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省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第8章思考问题。1、为什么门徒在耶稣再次行奇迹喂饱人群时仍然不明白？2、为什么耶稣治愈盲人时用了2个阶段？3、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事件对你的信仰有哪些重要的启示？4、耶稣为何要告诫门徒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5、耶稣谈到被十字架跟从他，这对你意味着什么？结语，上面的思考题，你有什么感想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这个灵修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订阅或分享，帮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视频。